这就是旧货，都是旧货，旧书，这把龙胆壶。哎，这个年份吧。哎呀，月白。不行。这多少钱？这多少钱？两千。残的得2000。哎，织钉的这是。古代的织钉烧。哎呦，这个这毛有点大的，但是这个身腹也不错。残药桌找不到一个可心的东西。这盖子多少钱？哎，这人嘞，老板，盖子多少钱？150。这个盖子都得150啊。哎呦，我现在有个藏友让我帮他找盖子，我咋觉得这盖子有点贵呢？还有条线还得150。这多少钱？那个三百八。380，有那人找。我知道有条线。那倒是真的。毛病有点大。380。那东西我想给人还口价，没好意思张嘴啊。难道又要空军？这不能够啊。这咱们得先去开个张去啊。我操，这地摊上老买不到货，太难了。还有人叠得多少？哎呀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都要抓点东西，给我买点啥。嗯，这多少钱？一百。这不行，这是新的，这估计也是新的。100。哎呦，这个也得有颗。对，前面有一条线儿，看这笔筒印的，这是印花印上去。这不是这种豆汀碟子四个一块拿多少钱？别多钱吧，这是4块。四块有全品吗？全品。我看有没有线。哎，这有磕了。哎，有的有点这个毛边什么的，这反正这没错。那你说个，你能出来最低多少钱？你还100一口不让啊？哎，不让，我让。那你说呗。信哥。嗯。你给260。260，四个这，你关键都有点毛病啊。就你看，现在老东西。手底有点毛病。200块钱可以吧？200块钱，行了吧？我们能不了？差60。我不就是差60嘛，我就挣这60。这呗。哦，没事。你看看。啊，这个好。这小豆青团子就挣60。哎，我挣。就挣60，给60，来，我把这四个一拿。行，先开一张。先开一张，买四个豆晶盘，260，我勒个去！其实不贵，有啥说啥，不贵。